上期头奖系一票中，每票派彩系1523,915蚊。我哋睇睇今期投注总额啊，今期嘅投注总额系28179128蚊，其中15%，即系420万会拨入奖券基金，作为社会福利嘅用途噶。估计头奖一票读得咧就有330万嘅。香港奖券管理局宣布，复活节特别奖搞珠将会3月25日星期二举行。估计投奖基金就1800万，搞珠时间喺星期二晚上嘅7点正，而场外同埋电话投注就会提早当日上午嘅11点正开始办公。而搞珠当晚6点45分就截止售票噶啦。好啦，呢个时候同大家介绍下今日两位加票嘉宾先啦。第一位是区域市政局主席林伟强，太平绅士 Mr. Lam Wai Kang JP。 第二位奖券基金受惠机构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代表范世仪先生 Mr. Frank Sa Yi。 欢迎两位。好了，搞珠开始了，大家可攞定张飞出来准备一下的。我们看到的是一部色彩缤纷风车旋转型的电动搞珠机，而1至47个波已经由下至上，由左至右整齐咁排列好了。搞出嚟个号码系1号。第二个系46号。13号。第四个是22号。第六个是39号。重复今期中奖号码1、22、23、39、45、46，特别号码是26。 The six drawn numbers are 1, 22, 23, 39, 45, 46 and the drawn number is 26。 如果想查询中奖结果和派彩，可大约计3.8。我再次多谢今日的两位监票嘉宾，他们是林伟强、太平绅士和范世仪先生的。唔该晒两位，今日时间又到了，下期再见啦，祝大家好运。